Welcome to channel， 我是欢乐，我是多如依依。在你看到这段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就会回来的，所以呢，今个礼拜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呢，请你填好了你的新朋友卡，交回去给门口那些哥哥姐姐。下个礼拜记住再来，因为我们都要去认识你的嘛。而下个礼拜我们的崇拜就会在2040 VLSB， 到时见你啦。3月22号不够两个礼拜就是 Project Venture 啦。老公，那我报了名未啊？你当然未啦。那你为什么不帮我报啊？那你快点去出去找租，他还没得报啦。不过那你交我钱未啊？我未的。咁你又講，到時你都係冇得去㗎喎。係啊，我而家要去交錢啦。哎，好啦，快走啦，拜拜。究竟生存為咗咩嘅咧？死咗去邊度咧？呢個神同嗰個神有咩分別咧？究竟係咪所有宗教都係殊途同歸嘅咧？咦，朋友，乜有咁多問題㗎？我諗都唔通問題㗎喎。咁你就應該嚟上我哋嘅信仰探討班啦。冇錯啦，呢個信仰探討班咧係你問乜嘢問題都得。如果你是问题少年，就找怡英和 Rachel 啦。还有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而你是很想尽心一点去认识我们的信仰，以及去学习怎样去实践我们的信仰的话，我鼓励你去参加我们的信徒造就班。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参加了，所以如果你想参加就快点啦。那就找 Edmund 和 Jason 啦。